开始点名，我爱学习，在熊妹爱吃肉，在世界第一公主殿下，在呢。不好了不好了，老师混进群里了。什么？那我们的小秘密不都被发现了吗？我们群里就我们四个，肯定有人是老师假扮的，我们快把他找出来。不用找了，我知道是谁。谁呀？那个人就是哎呀，是谁呀？别磨磨蹭蹭的了，快说。谁也不是，我逗你们玩呢。可恶的大宝，搞事搞事，整天就知道搞事，上学去了。佳怡，佳怡，真没意思，我也上学去了。吓死我了，还以为他们真发现我在群里呢。小朋友们可不要发送666暴露我。体育课，好操场，吃零食。哎呀，好多666啊。不好，老师在群里，你们千万不要吃零食，小心被抓到。哎呀，都说了是假的，走走走，吃零食去。熊妹怎么没来？她肚子疼，不来了。那正好，辣条一人一包，全都不许动。居然带零食，违反校规，没收。每人给我写500字检讨。什么？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哼，肯定是小雪跟老师告状的，我提。为什么把我踢出群聊？谁让你跟老师打小报告的？害我写了500字检讨。我没有，那是老师自己发现的。看，好多伙伴在发666，他真的在群里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可恶，那老师到底装成了谁呀？我觉得是熊妹，今天吃零食她都没去。可是今天在群里，熊妹是第一个想找老师出来的人啊！伙伴们，群里的熊妹真的是老师假扮的吗？如果认为是的话，就发送111；认为不是的话，就发送222。